地上手里要客气，你看一下我们中国民党，你看一下我们中国民党，好，你看一下我们中国民党，不要太近了，给别人留条路出来，好吧？讲一下，要留条路嘛，大家说嘛，就给大家留条路出来，给别人把心稍微退一点，然后给别人一条路出来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站开一点，给别人留路出来嘛。你好，我们是中国民主党。我们是中国民主党，请看一下。你好，谢谢。把张大的给他一张嘛，哎，大的给他一张。把大的给他。对，可以看这张。来，下一张。我们是助的，谢谢。比如说，很多这个台湾啊，或者说是刚刚华侨一类就比较关注这些，大家还比较关心这些。你好，我们是中国民主党，看一下。您是国民党？对，因为样子都是讲民主啊。参加我们这个党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不要参加您这个党。哎，比共产党好吧？我们都是讲民主嘛，我们是民主党。参加我们这个党最好，我告诉你，才可以被大陆给他扳倒。也是啊，不是要把大陆扳倒，就是说把独裁嘛。我们当时那个蒋总统当时也是讲这个要取消独裁嘛。主要现在共产党主要就是独裁嘛。你们加入我们国民党好了。对，国民党也没有分布啊，我们可以联合嘛，都可以联合嘛，我们经常去啊，国民党他们这边大家都有联系嘛。你也是老国民党。对对，这个是老国民党，你看那个党徽都有。把地上的捡起来，我们掉了地下捡起来。哎呀，什么都有。那边那张是不是我们的，把它也捡一下那边。你看你老大当了高的人们，你看这真的好大。你把那路你又不给我，你把路大家站好，我看到最后大家站好，站的规整一点，好不好？你拿一张宣传资料我们看一下，没关系，你拿一张资料看一下。听不懂了，人家在说。哎，我们大家练，待会儿有客人来了，我们一起喊，就欢迎了解中国民主党，然后一起喊，可能这样大家感觉会好一点。对吧？试一试，大家试一试，不然这喊不出来。我看有的他可以说呢，他说欢迎了解民主党，你们说不出口的话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喊什么口？就是欢迎了解民主党嘛。欢迎民主党。欢迎了解民主党嘛。大家要说嘛，站在这里都是。啥在那里？下一次的时候，可以。
这没关系，你继续给。你说你要给大的大家看的就有，看的太小了。大的有图片看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拍下来，一直都是拍照的，你自己要拍，你这个你要发了就有，你没有发就没有。现在发了吗？你好，我是中国民警。你这个是心不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心不诚，你心诚就自然会有。哎呦，你要这样想，你当时是也是通过，我也当时通过这个资料来了解到的。你这样就是说帮助了别人，那真要你有心去帮助别人的话，那自然会拍得到你。这边人都多，你在那边菜五费干嘛？你知道我全部都来，就是你心不诚啊！你要想的是在帮别人 ，OK？ 我一直在帮啊。嗯，对啊，那你就不能看我啊？哎，真好。干果啊！啊！哦，我刚刚有个兄弟嘛，哎，兄弟来做事业，没有秘密啊，你看。哎，我有个妹，前面该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看，你首先你要有一种愉快，你在是这种在宣传民主，在你不要忘了你在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宣传民主。你要这些都记录下来了，OK， 我现在都记录下来了。你弱到了，遇到了他的弱项。不，你好，我们是中国民警。所以说，你就要看他就真的发拍了很多，别人就真的拿到了。但是你是为了发而发，而不是为了宣传而发。你在这边是来是宣传民主党的，然后我是在记录你是不是在真正宣传民主党。宣传民主党，然后呢再发传单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好，我是中国民主党的。What the fuck is this? Yeah. 大哥，哎，你好，要看见你姐了。我姐，刚才对才看见。你也够便宜的了。不是，别人不像你动一下西下，人家正在宣传嘛，没有人产人气。不是在一直在发吗？他跟我炫耀他发两张，我说我都发四张了。还要给人家卖命啊？这个是不是？那我先过去了。好好，算了算了。你好，我是中国民主党，看一下。你好，我是中国民主党，看一下。你好，我是中国民主党，看一下，谢谢。你看他在发，意思就在说，哎。比如说你好，你中我们中国民众，请了解一下，关注一下，别人就会接。你这样就你没有心，你不是在真正在宣传了，这就是个对比嘛。这你还是老党员了，别人还比没有你，这就是个对比嘛。你是在敷衍了事，别人是真正是说了就是在实干嘛。充满了善心的好不好？我正在办，你还说我敷衍了事，这人是讲的。